烘豆师是决定咖啡风味最关键的人。这种淬炼追寻的不只是完美，而是更完美。除了控制深浅、调整爆点，还得维持湿度、凝结香气，才会得到戏剧化的口感提升。就像做一部好电影一样，烘豆师就是咖啡的导演。能将一杯咖啡变成一场戏剧，Let's Cafe 烘豆全面升级。